你进煎好了吗？还没有，这个是我自己煎的鸭肉饭，还有八叶豆腐。刚刚介绍了，这边的好吃的东西是当然是鸭肉，肉有肉饭的，或是有面的也有，汤面也有。然后肥肉的话，肥肉很多吗？肥肉很多吗，老板？肥肉很多吗？肥肉很多，没有肥肉。没有肥肉。中文讲的。他比我好。我不会。你先点我推荐的这个，我觉得。X？ 嗯，鸭蛋。还有吗？喝酒的朋友真的太少了。他们都不会喝还是？不会喝，不会喝。你是只有我的喝酒朋友的。德国人。Prost。那你最近好不好？一个礼拜过得很好，但是下个礼拜开始寂寞，寂寞。你已经开始准备考试了？有一点。有一点，不够。Maybe like 60% only. 60%? 嗯，所以还需要 40% 的。对啊，老板是台湾一级棒的老板。最有名的鸭肉饭老板，最有名。哎呀，我没有生豆泥。你饿吗？饿不饿？今天吃什么？今天我吃包饭的锅底而已。对，今天地震的时候我起床。地震、对啊，好大哎！一点多的时候吧，刚对，一点一分。你在哪里？在家。在家。你是床上。我也是。然后我看到我手机得到那个信息。嗯。对，然后说地震，在地震的，我因为地震超发抖啊，但是5秒以后，10秒以后。啊，对对，那个是签订订订的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所以我也看到，对。我要带筷子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有一点。你要去桌子下面等你真。开心，吃开心就好。Meat or? Yes, duck meat. Yes, yeah. Maybe you can try. Yeah, this part is better.
的皮的部分。这样。好吃吗？真的好吃哦，完全不一样嘛。慢慢吃。慢慢吃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smoky 的味道，要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好吃吗？老板很棒，老板谢谢，好吃哎，谢谢。很多外国人也喜欢这边的菜，我带很多日本朋友或是其他国家的朋友，德国人是尼斯第一的。德国人好吃，干杯 ，Bros。Yeah, I brought a lot of friends.
老板请我们喝第二杯，乾杯。好大啦，好大啦。微信，这边好吃吗？这边很棒，对，请大家来这边吃那个鸭肉饭，还有这个鸭肉切饭，蛮好吃的，真的是。谢谢，谢谢老板给我斯里兰卡的巧克力，开心吗？开心，老板真的人很好呢。对，你一定再来吗？一定会，对，一定会。谢谢，对啊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你比我多，你的啤酒比我。他说我那个他们要干杯吗？他们这边要比一点比德国更强，对不起日本。是日本德国比赛。一二三。德国跟日本。你太少了。啊、好累哦！这是日本受伤的。德国赢的。今天不行。